台湾城城隍庙吼，咱廖鸿昌董事长还有詹董哦，还有咱足重要拢足侪当时哦，还有等我们这个在地的里长哦，每次省城隍庙办活动，几乎在地的里长全部都到齐了。好，大家午安，大家好。台湾省城隍庙是我们台北市很重要的这种宗教中心哦，那每年举办这个中原普济，你知道哦。那作为台北市长是一定要来的哈。那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说借着这个中原普渡哈，祈求安尼四境平安哦，啊，让那百业兴旺哦，市民安康。那我们作为台北市政府哦，也非常感谢哦，我们台北城隍庙哈，对我们市政府的各项配合的哈，不管是这什么祭品啦哈，这文化活动啦哈，甚至我们在推那个。纸钱集中了哈，还有这个以米代金，而且他们在以米代金哦，那个黑白那个哦，用城隍的这种意象做出来的以米代金哦，这个不仅是宗教，也是文化，你知道哈，这实在是旧创意。那最重要的哦，我们还是今天举办这个中原普渡。我刚才从外面这样走进来哦，我感觉哇，这些规模庞大，这些大家都足怕的，这臭财力雄厚。好，不管怎么样哦，我们今天来中原普渡哈，祈求我们台北市四境平安啊，在座各位嘉宾哦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多谢。